他分隔岛要移过来一个车道，啊，这边的人行道要退缩两个车道进去，所以等于说各增加一个车道，所以他才会移速。但是这个是政策，没问题 ，OK 的，因为都市环境如果够，我们没话讲。问题是，你今天要移速，好，你来移，你要仰视，对不对？仰跟，你才可以移嘛，你这样粗糙的移。不是死人吗？支撑里面的是死了那么多，没有教训是不是？所以其实我现在的最主要意思是，不是不让你移，你要先做好准备。好，那因为还很久嘛，离市大院离完工也还有一两年嘛，你可以在这个时间点，你去养树，你去弄，好，把树弄好了，安全做好了，你们再出发。那他怎么回答？他们说来不及啊，为什么来不及？为什么来不及？我搞不懂啊，他们的来不及是什么意思？早死了，来不及。那他没有跟你说为什么来不及？没有，我懒得再讲了，因为像昨，因为我们昨天在这边已经，我昨天三点钟才回去。早上三点钟啊？对。哦。因为他们昨天不撤，我们不走嘛。哎，所以一直等到他们工具什么都收了，人口人也走了，工人也走了，我们才离开。那离开的时候，他今天早上又来砍了两棵，所以这就是不厚道的地方。那在昨天以前，我们曾经开过一个记者会，说来请他们把程序全部走完再来移，结果没有，昨天就移了，那我们才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这样。了解了解，谢谢你。不会，辛苦你们大家，真的很感激这些互助团体这样的协助，然后真的靠我们社区居民，老的老，老弱残兵一堆，真的没办法。是是是，我们那边今天我们才开了都审会呢，今天。对啊，你们那边哦。对，结果通过了。啊、其实这边的通过你也是知道的啊，当初我们都在一起的啊，你看他们都怎么通过，好。对不对？你也看了啊，我们拍照组有用吗？没有嘛，所以我们很认命。但是当我们在认命的当中，你不要再来伤害我们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为什么要出来？我的黎明就在前面这一栋，打电话给我，我能够不出来吗？我可以在家里安稳的睡觉吗？不可能嘛。但是国家重大建设，我挺，对不对？我们挺他的建设，但是。你要合情合乎情理的来做，不要让我们来做违法。哎，就，好，谢谢你们，好，谢谢。